他还在医院里面找我，但陈建勇其实已经走了。律师，你根本不在庄园。哎，抓我来了！抓我来了！你现在哪儿呢？嗯，抓我来了。被人抓空了伤，不也找死吗？对不对，袁立？哎呦，我的机车啊！我受不了了。再来一台。那个车。老林，走。没事吧？走了。是了，哎呀，老林。我来了。啊，好帅！是呀，你走。帅，帅，帅，帅。哎。嗯。不然。我能摇，这次能摇，啊？没摇了，他低声开始了，低声开始了，不会以为今天是解会员吧？啊，直接打。你好。我勒个金身啊。怎么球没磕到啊？打了两棍。Bruh. 哎。Bruh. 啊。主持人给多了。啊哈哈。哎！啊！我跟你没完，你等着我！等一下，有杀气！哎呦，还想暗杀我呢！我觉得他肯定还会再来暗杀一次。哎！还在暗杀！直接蓄力打一刀。你好。哎。Brad。嘿，小子，金身，想不到吧？我来。哎。哎，怎么直接开了？此人开门战优势在我。不行啊，不行！哎！哎，我想切闪的来着，点快了。早上一下，再见。那就是你溜到我这来了。你放屁呢，他就是在找我。哦哦哦，对不起。他的吃无人。对不起。光速开一阶，什么实力我不说。直接上一手二楼。蹲一下，怎么掉下去了？死了，榴莲，你死掉了，你要死掉了。我要死了。你要死了。放猫是吧？不是，我手怎么粘机子上了？打一下。我棍子特效是直接从猫猫人那儿穿过去了吗？离谱。你要修这一台吗？我的机子关。笑死我了，跟我斗。老袁，我来帮你了。我现在在 OB 的路上，向你来去的队伍。我觉得此时此刻我应该出马。没，上面有人啊，上面还有人呢，我把莫特引走不就行了吗？也是。啊，不是哥们儿，他不会没看见吧？我在上面接应你们呢。冲起！我在上面帮着莫泰，我来吸引一下二娃，我来吸引一下，我吸引到了。知道了，怎么没打落地刀？机子压好了呀。
哥们儿怎么回事？太牛了，小马。我还有棍子，要不你快走，我有双重人格。不是小马。放木炭，绕一下。操！你好。浅浅蹲一下，哎呦，胡夫人小姨呀、啊，哎呦，小姨，小姨，拍镜子，哎，滚出去！我刚刚犯病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刚刚一棍子抽到空气了，知道吧？不要搞了，好吧？我是要拉一锅浴盘子吗？火速冲锋！哎呦，我都要冲歪了！没事，还有球。鸡子多少了？鸡子最多修20级。估计20都没有。快上来吧，你再不上来的话，我嘎了。你嘎嘎吧。他不会剑圣。绝涛。啊！不是哥们儿，屏幕冒奶怎么玩？我听你的话掏，结果震慑了。谁刚刚还毒奶我震慑呀？